娱乐新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酱，又到了我们鱼香走透透的时间喽。那在这一集呢，我们同样要带大家一块去找寻在金沙和万里这边具有特色的渔业文化。现在呢，就跟着米酱的脚步，一块去品尝最鲜美的北海岸风情吧，走喽！万里鱼香之旅的第二站，我们来到了万里地区。万里濒临太平洋，与基隆市、阳明山和汐止相邻，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风化的地质景观、温泉还有石瓜菜都很有名，特别是螃蟹的捕获量非常高，成为了新北市尝鲜的好去处。现在在米酱身边的这位是万里区渔会的徐总干事，总干事你好，你好，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在万里这边主要的特色渔业是什么吗？我们这边主要特色就是螃蟹嘛，螃蟹就是最多的嘛，嗯，然后最就近这几年白带鱼也蛮兴盛的，啊，比较传统的话就是休耕啊，今年也有渔港啊，农信可以入围。就是我们台湾省的十大魅力渔港，然后我们的主题啊，当然就是地理奇观的渔港。地理奇观，就是地理奇观，因为我们有结合我们也有的地质公园，然后把这个整个海岸线很漂亮的，然后一些奇石异景这些介绍出来。万里这个地方啊，还有哪些比较具有特色的渔业景点可以提供给我们民众？这边当然我们有一些海上来讲哦，我们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海钓船，嗯，就是说你可以出去钓鱼啊，从事海钓的行动哦。像我们另外有一个渔港是龟吼渔港嘛，龟吼渔港，哎，龟吼渔港它今年也获选作为全省网络票选，这是海岸线的第一名，所以它整个海岸线其实来讲是很漂亮的。海的万里呢，拥有全台最多的捕蟹船。那看到米酱左手边啊，这一笼一笼的蟹笼，就知道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块出海去捕螃蟹喽。究竟万里在地的好滋味，螃蟹是如何捕捞的呢？现在就跟着米酱的脚步，一块出海去喽，走吧。待会呢，我们就要准备出海去捕螃蟹啦。那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的船长何大哥，何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哇，何大哥，我们前面这是待会要使用的工具吗？哎，这蟹笼。蟹笼，哇，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它的构造是怎么样？它是螃蟹是怎么跑进去的？从这个嘴巴。三个嘴巴，这里有个洞口哎，嘴巴，对，有三个，一个、两个、三个，是不是？对对。然后跑进去抓出得来吗？过几天没抓，是会跑出来。好，所以你们就是要去捕的时间是有一定，是不是？不然的话，放太久它可能就会跑出来了。放太多天就跑出来了。好，哎，那中间这个红色盒子是什么？红色盒子，这个鱼饵，装鱼饵的。哇，味道好腥哦，很重哎，这是什么鱼？炸弹鱼。炸弹鱼哦，平常笼子就这样嘛，长这样子，然后就丢到海面去。对，抓上来的时候，鱼饵放进去，就炸弹鱼放进去啊，抓好又放下去。哦。隔两天抓一次。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待会出海去啊？是不是你有那个你前几天放的笼子啊？对对对。然后我们要顺便去把它抓回来，是不是？是是，抓螃蟹回来。解开了与码头联系的绳索，这次的捕蟹大队开往了沿近海的海域，希望啊能够有好成绩。沿途美丽的海岸风光，让人看的是心旷神怡。而经过了大约半小时的航程，我们来到了这次要捕蟹的地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渔民们是如何捕蟹的吧。哇，我觉得今天的风浪真的是有点
对对。你们这个蟹笼是什么时候放下去的？前两天啊，放一天啊，休息一天啊，弄一天啊，还再烧。哦，哎，那个是什么蟹啊？那个九鼩啊，那个九鼩十鼩。哇，那个颜色啊，看起来就是全身都是布满了紫红色的斑纹，看起来很漂亮。那刚刚船长大哥说啊，那个经济价值还蛮高的，对不对？多吗？现在这个鱼塘？现在螃蟹比较多，螃蟹外面也有发现。所以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开到更外海去呀、啊。然后鱼大哥说，待会儿我们还要再开到更外海去，然后那边的发现会更多。渔工们会在刚才捕获的地方将诱饵再次填充，并放回水中，等待一两天后回来收获。看着手中的三点蟹啊，真希望待会渔获能够更丰富。我们现在呀又来到下一个渔场了，那我请问一下船长，不同的渔场它的那个螃蟹的种类都不一样，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渔场都是你们你自己的私房钓点，对不对？我是私房啊，就自己放的钓点。刚一出海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几尾三点蟹，然后再来十蟹。那现在这个钓点呢，这个渔场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是花蟹，而且我刚刚发现到真的有比较大只的花蟹哦。船太晃了，但是我一定要拿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一只，哇，好大只哦。船长，像花蟹啊，还有石蟹，还有三点蟹，这三种螃蟹的经济价值怎么样？花蟹价值比较高。花蟹最好是不是？价值比较高。这是雄蟹，哎、欸，最新鲜的。这进来的，进来抓的螃蟹最好吃。北海岸沿海的渔业资源相当丰富，常见的食用性蟹类像是花蟹、三点蟹或是鲟类，都是餐桌上尊贵的佳肴。政府也制定了捕蟹的相关规定，以确保这些海洋资源能够永续利用。红心梭子蟹就是大家常听见的三点蟹，由于蟹壳背上有三颗卵圆形的红点，所以啊，称它为三点蟹，属于底栖类的杂食性动物，在亚热带与热带海域都可以发现到它的踪迹哦。螃蟹呢一上岸就赶快立即在这边来进行拍卖了，让我们可以看到呢，每一只螃蟹都是最新鲜雄蟹耶。而且啊，其实在入秋和入冬这个季节呢，是品尝螃蟹最好的时机。那其实在龟吼渔港这边呢、啊、有一条海产街，待会呢就跟着咪酱的脚步一块去品尝螃蟹咯，走吧。龟吼渔港位于翡翠湾海水浴场北侧，是一个非常迷你精致传统可爱的小渔港，这里的渔获啊，也都是在附近的海域捕捞上岸，马上就在渔港旁边贩卖起来喽。来到龟吼渔港呢，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一定要来这边品尝最好吃、最道地的螃蟹料理。白大哥，你可以教我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分辨哪一只螃蟹看起来品质是最好的？螃蟹有分两种。一个公的跟母的，对啊，因为公的跟母的不可以放在一起，假如都放在一起交配之后，那个公的会死掉。你看活跳跳的，这个是不是花蟹？对不对？花蟹，因为公的是这样看，公的是这样看，啊，这个是母的，因为公的是尖的。啊，这边是尖的，它的母的是那个整片的，是整片就是这样子，圆弧形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啊，因为螃蟹要交钱的时候。有三步骤，一个是让这边看有没有硬。如果它的品质不好，那我们是不是一压下去它就
扁掉了，嘿嘿，里面是空壳的，对对对 对, 對, 對，都没有肉、哦。那第二步骤呢？就是看这边，这边怎么看？就是假如都有弄进去，对 对, 對，嗯，那就浮起来，就是活的，就是表示要是、欸。真的耶，就是我们稍微这样轻轻按下去，然后呢放开之后，你看它就突然鼓起来了，代表这个是好的。对对对。哦，那如果我们这样一压下去啊，品质不好的话，是不是就丢起来，它就不会弹起来，就不会弹起来，就不会刚才这样弹起来。啊，那还有嘞。第三步骤是弄这边，看这边。就是它前面这个脚是不是这个最是最后一只？最后一只要限定是最后一只。对对对对。哇。是这样。我们也是要按一下吗？对对对对。哇。所以按一下看一下它里面那个，哎，帮我们那个肉的饱满的程度，有这一只有肉。一般喜欢吃螃蟹的人啊，都知道说好吃的螃蟹在于它里面的蟹黄、蟹膏的那个肉，那个里面的黄量，对不对？怎么看呢？就是看这第一个，就是看这个，好，它整个爆开嘞。对啊。这本来就这样吗？就是表示他要生小孩子，要生小孩。哦，现在是他的那个产卵的季节了，是不是？对。母的。哇，你看，很明显呢，是这个颜色吗？红色的这个。看旁边是不是？旁边。它的颜色吗？还是？是红色，红色是的，就是红色里面都是有蛋啊。经过专人指点迷津后，米酱似乎啊也能掌握挑螃蟹的诀窍了。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学起来了没呢？说着说着啊，肚子也饿了起来。看着这些美味的螃蟹，我怎么可能放过它们呢？赶快进去品尝一下吧。你喜欢吃螃蟹吗？你害怕吃螃蟹所带来的烦恼吗？今天呢，海洋小公主蜜酱就要来带大家如何轻松吃螃蟹咯。哎，何大哥，哇，桌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摆满了许许多多螃蟹的特色料理，对不对？可是呢，可不可以教我们？因为吃螃蟹是最麻烦的。那假如说厨房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说有没有看有没有，有时候没有敲到，我们就可以用夹子用，首先是把它这样。哦，在这个熬的地方。对对对对。它这个类似那个。关节的那个，把它稍微剪开，是不是？啊，假如用好之后就可以。哇，这样就可以吃了，对不对？对对。啊，假如说你怕手脏的时候嘛，对对，就拿这个可以把这个肉。像我们在熬里面啊，壳里面比较挑不到的蟹肉，把它就是很轻松的就挑出来了，然后就不用吃的满身都是。那何大哥，你要先请我吃哪一道？青蒸花蟹。我们先吃清蒸的，对对，它里面那个肉好饱满哦，哇，好清甜哦，好好吃，这是它本来原来的那个原始的鲜味，对不对？好吃哎。那我介绍一个我们店的招牌菜，招牌菜真的吗？避风塘花蟹，这叫做避风塘花蟹，对对对，蒜头酥。用蒜头酥下去，下去炒的，下去炒是不是？对对对对。哇，那它吃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啊？蒜头的味道跟大辣。哇，好香哦！它口感吃起来不太一样，蟹本身的鲜味，然后再加一点点微辣，它可以去把那个原味提升上来，好棒哦！哇，那怎么会当初怎么会有避风塘这一道料理？没有，就是有时候做料理的时候，要自己去说创作，要怎么去炒一个菜比较好吃给客人。那在我们店里之后，几乎都有点这个避风塘花蟹。哇，那另外两道呢？两道，这个是洋葱蛋炒花蟹。洋葱蛋炒花蟹，那这一道嘞？这是泰式花蟹。这个也算是吃起来也是属于比较偏辣的。哎，对对，也是像。菜式料理这样那我现在呢就来品尝前面这一道洋葱蛋炒花蟹。哇，你看它颜色看起来好漂亮哦。我觉得这个比较贴近我们台湾的口味。对啊，它比较属于我们台湾比较在地的，它就是用
洋葱啊蛋，然后下去一起炒的。其实我觉得很棒哎，就是呢，用同一种螃蟹啊，可以透过一些巧思跟创意，制作出你看这么多不一样的螃蟹料理。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我们龟吼渔港吃螃蟹料理。嗯，欢迎大家到龟吼渔港玩，耶！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螃蟹料理，你是不是也想要享受它的鲜美呢？只要来到龟吼渔港，新鲜渔获任你挑选，肉质鲜嫩，价格实惠，老饕们千万不要错过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挑螃蟹的秘诀。首先要注意蟹壳与蟹腹的硬度，硬的比较好。接着是同体积的螃蟹，要挑重量比较重的，而挑有蟹黄的母蟹，则是观看蟹腹的颜色，或是利用透光的方式观察母蟹蟹黄的饱满程度。的十大魅力渔港，位于万里地区的野柳渔港也入选了。它的地形是利用野柳半岛西侧的天然湾澳新建而成。除了拥有300多艘渔船在这里进行渔业工作以外，渔港东侧更有深水码头，积极迈向发展休闲渔业的万里是具有潜力的地区。来到了万里呢，相信大家第一直觉得反应啊，一定会想到在野柳地质公园里面的女王头。没错，这边呢，彤姐是来到万里不可错过的特色景点哦。野柳地质公园是台湾风景区数一数二的特色景点，突出海面的夹角，经过各种地壳作用、风化、海蚀而雕塑出许多奇特的地质景观，其中又以女王头最具代表。另外还有浅海生物的生物碎屑溶石，可称得上是世界奇观，相当具有教育功能。野柳这个地方呢，几乎啊可以说是已经跟海洋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了，就连野柳国小呢也设立在渔港旁边。那听说在野柳国小里面呢，有一间和渔业息息相关的渔业知识库哦，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赶快进去里面瞧瞧咯，走吧。现在呢，来到了野柳国小里面的这一间渔业展示馆。那这一位是李老师，李老师你好。哎，主持人你好。哇，李老师，我发现呢，来到这一间展示馆里面，我发现里面其实蛮多像一些古老的一些渔具啊，这些都是不是船上的一些仪器啊、仪表之类的。那像这个你说的这个就是真的是历史蛮悠久，像这个就是鱼探器，这些仪器都是很久了。现在这一排啊，展示的是不是都是早期的渔具？是不是？对，这一排都是早期的渔具。嗯，那像这个啊，这个就是那个大船使用的吹炉，对，它就是鱼抓回来的时候啊，它要保持它的新鲜度跟卖相，所以鱼鸟啊鱼啊布拉鱼啊一抓起来就在这边撒鱼啊，它加上粗盐，跟一般的盐是不一样的哦。哎，这个呢，这个是补什么的？哦，这个是鱼啊，捕鱼的，是不是？对，这是抓鱼用的哈。后面的鱼呢会一直推往前推，所以它就只能进不能出。哎，这边有个陷阱，对不对？对。那其实它这边呢会放一个有一个像便当盒的那种塑胶的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就放一些炸弹鱼。哇，其实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那个渔具的教学，让小朋友知道渔民在海上到底是怎么样抓螃蟹，而且还有假人螃蟹，它真的会跳，你看，对啊，它真的有脚会跳。哎，这边有一艘船呢。对啊，这个叫捞阿准啊。捞阿准，哎，这是早期那个移民使用的那个卖命的家伙。嗯，现在一样有捞阿准，但是呢已经不材质不一样，它是用玻璃纤维做的，因为这样比较不易腐蚀。哎，那这个是这个是木板，木板做的。早期的那个祖先，他们就是早期的一些渔民啊，他们在捕鱼的时候，他们的船都是用木板。对，
当初怎么会想说啊，要设立这样子的一个渔业展示馆在学校里面？那当初这些东西都是，社区的民众啊、长辈啊，把它搬出来放在仓库里面。那因为我们有一群，老师爱好文史的老师跟社区的志工民众，成立了个文史工作室，就喜欢在地的文化，所以呢，就把这些东西从放在仓库里面的这些渔具啊，搬到外面来，希望就是说把这些早期的东西呢，不要让它浪费掉了，流失掉，能够留下来，让渔村的子弟也了解说，当时阿公阿嬷的智慧啊，传承哈，能够有一个传承就对。那找波比哦，他会跳吗？哎，这样要掌声啊！哦，你敢挂麦？先跟大家问声好。哎，你看我们同学是不是非常有热情，非常的有礼貌呢？有嘞有嘞，你看我们海哥的摇起呼啦声来，有板有的样子啊，相当的厉害哦。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除了传统的渔业和地方文化之外呢，野柳的海洋世界也是接近海洋的最佳去处哦。手放在腰上哦，听我的口令，准备来，一、二。这些海豚或是馆内的海洋生物都在野柳得到了良好的照料，透过互动的过程要告诉每一个人这片海洋的珍贵与价值，让我们一起爱护这片大海。传统渔业、现代观光、海鲜美食、人文风情，来到了万里呢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素材哦。只要你踏进这片土地啊，相信一定会爱上这里的人文和海景哦。希望你们下次可以亲自来到万里，感受这边迷人的渔乡风情。我是咪酱，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拜拜。鼻头像这个地名就是有阿弥陀佛的味道嘛，保佑的味道哈。情侣都会跪下拜拜，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呢，已经来到虱目鱼文化节的会场了。大理山自然景观区哦，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二地的地形景观区，这个就是靠政绩的一个碉堡。世纪时代它就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边最自豪的一个地方哦。你看，真的，这边有师傅在搓虱目鱼丸呢。你讲，我也来挑战一下，好像是这样哎。